第317集。叶朝阳说，我怎么知道，又不是我干的。小马说，那这人皮中间是什么？叶朝阳拿出了茅山灭灵钉，想去把人皮划开看看，突然想到这是秘密行动，还是暂时不要破坏的好。于是他让小马用手机拍照留作证据，然后顺着两边搭起的架子爬上去，来到了那个圆柱体的顶部，果然最上面的横断面没有爆人皮。叶朝阳俯身看了一会儿，摸了摸，果然是跟自己猜测的一样，这是一根圆木。在脑海中推演了一番，大致得出了真相，这是槐树的原木。叶朝阳从架子上跳下去，环顾左右，附近还有好几个一样的木架子，深吸了一口气说，真没想到这是一个古曼童的加工作坊。招呼小马把另一根蜡烛也拿来，好看个清楚，结果一连喊了好几声也没动静，察觉到不对，回头看去。庄宇宁脸色发白，双手捂着脸，眼睛瞪得圆溜溜的望着自己的身后，眼中尽是恐惧之色。小马也好不到哪儿去，张着嘴，伸手颤颤巍巍地指着对面。叶朝阳猛然回过头来，一个身穿纱裙、满头金发的洋娃娃正在从一副木架子后面走出来。由于全身关节不能打弯，他走路的姿势很笨拙，摇摇晃晃地伸直了双臂，像一只僵尸一般。洋娃娃脸色蜡黄，像涂了一层油在上面，两只大到夸张的眼睛里没有眼珠子，而是充盈着两股绿色的液体，在烛光下泛着明晃晃的光。他嘴角带笑，五官本该就是很萌很可爱的，但看着这只洋娃娃的一点点向自己靠近，三人的心中没有一点可爱之感。相反，他可爱的外表与他的行为形成了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违和感，更加显得怪异和恐怖。叶朝阳深吸了一口气说，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地下室没机关了，原来这货在这等着呢，一只活的邪灵比多少死的机关都好用。小马看他说话了，也开口说，那你还这么气定神闲呢，你打呀。打什么打，你别忘了我们是秘密行动，能不动手就不动手。叶朝阳说，你嘴里含着辟谷丸，过滤了阳气，他察觉不到你的存在，是被烛光引来的，等一会儿就走了。小马一听是这样，胆子也稍微大了一点，打量了那洋娃娃一眼，喃喃说道，这不是洋娃娃吗，为什么会成邪灵啊？人形之物本来就容易聚灵，这地方鬼气那么浓郁，自生邪灵很正常。叶少阳看了一眼那洋娃娃的眼睛说，他眼睛被灌了通油，用来聚灵，这邪灵是人为造的，八成真的是为了守门。说完，叶少阳把快要吓到崩溃的庄宇宁拉到自己身边，把手中的蜡烛朝着小马丢了过去。小马只好接住了，问道，这是干什么？让他去找你，免得雨雨害怕。叶朝阳耸了耸肩，果然那洋娃娃循着烛光朝着小马走了过去。我去，小叶子，你真赶得出来啊。小马也想跑过来，结果洋娃娃已经来到他脚下，嗖的一下跳了起来，落在了他的肩膀上，打量着他的眼睛，嘴巴缓缓地张开，发出了哈气的声音。小马转过脑袋，近距离地看到他眼睛里面那两团绿色的流波和长在嘴巴里的一对尖细的牙齿，吓得两腿打颤，话也不敢再说了，用眼神向叶少阳求助。等一会儿吧，他在研究你是不是活物，等他看不到破绽，自己就会走的，没什么好怕的。叶少阳冲他笑了笑，小马只好闭上眼睛，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心中不断地大骂叶少阳，来转移恐惧的情绪。幸亏是他，要是我早就晕过去了。庄宇宁缩在叶少阳的身后，颤颤巍巍地说道。果然，那洋娃娃对着小马研究了一会儿，没发现任何人气的存在，转过身要跳下肩膀。小马长出了一口气，心情放松了，结果扑哧的一声挤出一个屁来。那洋娃娃发出了一声尖叫的嚎叫声，像条鱼一样的爬到了他身体，游到了他屁股后面。
小马也看不到他干什么，只觉得屁股一麻，疼得大叫了起来，嘴里的辟谷丸不小心喷了出去。杨娃娃察觉到他口中喷出的更加浓郁的阳气离开他的屁股，飞快地爬到了他的上半身，张开了大嘴对着小马用力哈了一口气。眼看这口气要被小马吸进去，一枚铜镜突然插在了两个嘴巴中间，那口气喷在铜镜上面立刻起了一层黑色的霜。杨娃娃猛然转头，顺着铜镜的那只手看到了叶少阳，两腿一蹬跳上了叶少阳的肩头，张开嘴还想故技重施对他哈气。叶少阳一抬手，把一把铜豆子塞进他嘴巴里，在他下巴上一敲，嘴巴合拢了，将两道符文交叉贴在他嘴巴上，横竖画了两笔，口中念道：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天授神位，撒豆成兵。这一系列的动作在不到几秒钟之内就完成了，这杨娃娃身为邪灵，反应速度也是慢了一拍。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伸出双手去撕灵符的时候，叶少阳已经念完了符咒，冲他笑了笑，吐出了一个字：哼，破。杨娃娃被封印起来的嘴巴里发出了一串噼里啪啦的响声，一股白烟从两张灵符的缝隙里缓缓冒出。杨娃娃浑身剧烈地抽搐起来，十秒钟不到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两滩绿色的液体像血一样的从眼窝子里流了出来。死了吗？小马看杨娃娃半天不动，壮着胆子走了上来，用脚踢了踢杨娃娃，心虚地冲着叶少阳嘿嘿一笑：嘿嘿，还是你厉害，弹指之间小鬼灰飞烟灭。少拍马屁。叶少阳瞪着他：你到底干什么了？是不是放屁了？我当时紧张了，一时没把住，那个放屁也不行。废话，屁也是气，还有你体内的阳气，我让你嘴里含着辟谷丹就是为了过滤阳气，放屁跟你说话是一个道理。谁说话是放屁了？小马不爽地咕哝了一声：你不早说呀，早说我在屁股里也塞一颗。